技术继续以无人能及的速度飞速发展，世界各地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都在努力解答有关其信息技术资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谁拥有哪个设备？这个供应商给我们安装了多少软件？我们从这个 IP 地址看到了什么样的可疑行为？我是否完全符合信息技术治理行业框架？明年哪些设备需要更换？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一个通用的信息技术资产数据清单来解答所有这些问题，用准确可靠的数据和自动更新的清单来支持所有信息技术场景，是不是听起来像做梦一样？那么，让 Lance Weber 来颠覆你的想象吧。Lance Weber 可以自动发现并识别您环境中的全部资产，根据找到的资产类型，我们可以检索到各种设备专用的硬件信息，以及已安装软件和用户信息的详细清单。无论您的资产是在本机端还是在云端，持有还是虚拟， Lance Weber 都可以尽数扫描。全球的组织机构可以将多个地理分布的站点连接整合。我们的云扩展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安全地访问您的数据，实现远程站点的集中管理。充分使用 Lance Weber 的 API 框架，自动填充您的配置管理数据库 CMDB， 升级服务台功能，丰富网络安全事件警报等等。无论在何种信息技术场景， Lance Weber 都能使您拥有适用于技术环境的准确数据和可行见解。 Lance Weber 现在就试试吧。